两头大象陷入泥潭奄奄一息，小象不停抽搐着，眼看就要死亡。象妈妈用尽全身力气眨着眼睛，告诉小象不要放弃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天空中出现了一架救援飞机。此时的小象仿佛看见了活下去的希望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用鼻子发出求救信号。救援人员迅速展开救援计划。望着奄奄一息的象妈妈，黑人小哥立刻打了一支强心针，紧接着拿出红绳套在了小象身上。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，终于把小象拖出泥潭。而就在此刻，感人的一幕发生了。小象刚刚站起来，紧接着拖着虚弱的身体，举步维艰地回到了妈妈的身旁。更让人感动的是，尽管三番五次救她上来，但她仍然叫喊挣扎着，坚定不移地奔向妈妈。母子之情让众人感动不已，救援人员似乎看懂了小象的用意，不得已将她按住，一边安抚着这个孝顺的孩子，一边对象妈妈展开施救。此时淤泥已经干瘪硬化，象妈妈极度虚弱，危在旦夕。各项救援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着，绳子终于把象妈妈套牢。随着三辆汽车同时启动，生命垂危的象妈妈渐渐被拉了出来。然而获救的象妈妈却一动不动，似乎失去了生命体征。救援小哥眼看情况不妙，立刻给象妈妈又打了一支强心针。就当救援小哥束手无策之时，小象似乎感觉到了妈妈的呼唤，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妈妈身旁。从这一刻起，妈妈由她守护。也许是小象的孝心感动了上苍，或许是象妈妈放心不下孩子，她终于从鬼门关回来了。此时众人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了，留下的只有感动。而看完视频点过小红心的人，若将母慈子孝打在评论区，也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愿望。小象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妈妈浓厚的爱，象妈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母子连心真的存在。一直以为有一种亲情叫做血脉相连，但妈妈告诉我，血脉不是亲情，亲情是能在心中生根的情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别忘了给这只可爱的小象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